嗨，我是海妈，我现在来到绣球的跟前。很多人说糟了糟了，我的绣球得了白粉病了，去看我的表演哈。佳佳，海蒂有一次，我认为她得了皮肤病，脖子下面一圈黑的麻的，我说糟了，赶紧去一趟华西。然后想不开，滋一滋，一条一条的都出来了，皮肤变白了，恢复正常了。所以我们这都是灰尘上面的，你看这一片，看我，再来。知道了吧，植物是不是很有趣，它跟人一样还需要洗澡嘞。好了，关注海妈陪你种花，拜拜。